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零二零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这是一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在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正是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我国取得了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三千多位八十岁以上、七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被成功治愈。上至八岁的老人，下至出生的幼儿，每个性命都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大力的救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山河破碎中的奋起抗争，到复兴之路的步履不停，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中外记者见面，掷地有声的话语传递出浓浓的为民深情。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二字，利重千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体制机制层面入手，兼顾眼前与长远，全面深化改革，大步向前。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十三点六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用很短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完的路。这是汇集十四亿多人民群众的千秋伟业，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化解老百姓极难愁盼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让居者有其屋。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暖了千家万户的心。 我国已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八千多万套，帮助两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全国二百零三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建立了特殊和困难老年人基本服务制度，让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健康中国建设惠及千家万户，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改革支付方式。二零一八年以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超过二百多个品种，重选产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百分之五十四，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党中央坚持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从发展服务业到产业升级，从减税降费到技能提升，一项项政策落地，打开了广阔就业空间。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计划，已助力八十多万名学生圆了大学梦。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群众现年八十岁开外的基本上个个嘎嘎都到啊，买回的话要四十到五次。<laughs> 我说这共产党真好，你还是我说现在这社会真好，对年纪大的特别关心。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我们农村孩子的关爱。之前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现在还可以申请学校的助学金和困难补助，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一定好好学习，回报国家的培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新征程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总书记的深情话语，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映照出百年大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设定的二十项指标中有七个是民生福祉类，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 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